先上下巴。陈毅很厚哎，你刚你看，你第一名啊，你这个毋庸置疑第一名，太扯了，好赤裸，饭店居然两个房间可以对望，什么啦？哎呀，谁的脚？这一定是佩佩的脚，讲陈毅的奶。昨天刚结束明星赛，然后明星赛呢没有睡，直接就来了机场，因为今天我们就要飞日本，然后我们连续五天都要在日本的 Yokohama 工作。抵达日本了，结果台风天下成这副德行。哇！哇！Oh my god！ 在日本吃到串炸，好爽哦！先拿这个苹果，之后沾面衣，丢下去。等时间，蔬菜一分钟，虾子两分钟，厚一点的肉要四分钟。有人说我拉的冰淇淋很丑，要举办一个冰淇淋大赛。OK， 梦欣，你先打卡。我冰淇淋真的不丑，丑真不丑。可是因为你就一圈哎，好，来我就看你们夺回来，来我去啊，来啊，来冰淇淋大赛要认真的哦，你先呐、啊，你给我最佳哦，最好看的要最后压轴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压轴，对，少废话去，你直接逼他，这姿势有哦，要这样子，来哦，嘿，这个兔子哎，哦，哎呦，我觉得没有很好。还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有点东西好，话题来，自己想要压什么？来啊！刚刚梦欣说压轴是最漂亮的哦，当然是最漂亮的、啊，不是那个拉最漂亮，拉，来，来，哎呦，快，有，好丑啊！我来看你多会拉，哎。好像很丑哎、欸，太丑了，丑死了！我们一起看，好丑哦！谁最漂亮？来，好啦，梦欣第一名啦，我第二名啦，啊，你就算了啦，好丑哦！我们第四位选手来，陈毅，来，我每个人都这个裤子，你看够丑，来，现在就不行。哎、欸，歪掉了，他不行了，哎、欸，操，你这叫什么乱中有序、欸？你刚干嘛成招龙嘴？你这不错啊，他真的很厉害。投票票选一下。好了，我已经吃一半了，他的超丑的啦。我觉得我已经好很多了。哎、欸，那第一名又怎么样？最后一名有惩罚吗？最后一名惩罚就结账。谢谢。你要看那个人更好笑。最后一名还没有去，他看 YouTube。我们在那边举办冰淇淋大赛，这个人在那边看猫。什么东西？他这样会过来，我叫你。你知道声音在底下吗？经纪人超怪，我们在比这个比赛，然后他一直在听猫叫声，然后还跟陈毅借手机。我的手机在学猫叫。你的上下巴。陈毅很厚哎，你看，你第一名啊，你这个毋庸置疑第一名，你就毋庸置疑第一名，但是拉冰淇淋最后一名，谢谢。后来发现一间超便宜的店，赶快进来逛一下，在他打烊之前，快点，呜呼，便宜，九百八。女生真的是对于看到这种红色的字，没有办法抗拒。怎么听到一只狗在叫？你好适合哦，巨星。你说什么？吃我吧。哇，你也会有心虚的时候。还不错吧？是还不错啊。那你再戴上口罩，应该哦哟，有点东西哦。然后这个人一直从头给我唱到尾。这是你的主题曲吗？全世界都是你的猪大哥。
太扯了，好赤裸，饭店居然两个房间可以对望，什么啦？哎呀，谁的脚？这一定是佩佩的脚，讲正义的奶到了，会场。现在就是每个人到这个摊位，然后去做制作自己的那个 3D 模型，然后制作完之后，他就会把它印在这个画面上，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刚刚拍的那个就是从这里面先拍好那个画面，那个脸啊，画面那个超级 3D 画素感的，然后到最后会在这个影像上面，回到这个上面。哎、欸！摊位超多哎、欸！哇！这次改龙你的声。OK， 准备喽！三、二、一，走走！哇！哇！阿娃娃，阿球娃！三、二、一，走走！你老师三二一走走哇哇哎哎 excellent excellent 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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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来日本一定要喝这两个，然后结果你刚刚不是选那个？不是，因为你买了我就可以喝。我不要，他说我买他要喝我的，我才不要给他喝哎。天哪，日本午餐这个便当啊，好香好吃哎！我怎么要唱全美汤？哦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样的啊！啊，好可爱哦！小酱油，好可爱哦！我一心手。哎，你日文怎么变这么好啊？好吃哦！你日文变很好哎、欸！不靠死！哎，怎么变英文了？下班了，阿轩今天来了，而且你一来，看看谁是晴天娃娃？晴天娃娃。好好，那你挂那啊。明天如果下了的话怎么办？那就是，那你就是晴天娃娃湿了。收工收工。要去哪里玩？要去血拼啊。去哪？我们要去横滨车站啊。有动机，还有动机，动机买爆。OK， 第二天的工作，经纪人竟然在休息室里面给我大唱特唱。
脸孔。站着还是一样哎、欸。哪有？爱情的脸孔。天气超级好，我们住的饭店旁边就是游乐园，我现在正要走去游乐园，好好的逛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好像大家都觉得我们怎么那么好，怎么4点5点就收工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早上都很早起床，7点8点集合，然后准备出门。其实我们起床时间更早，这样也是好的啦，但是确实有点累，但是 OK， 可以下班之后还有阳光普照，还可以去玩游乐园，开心。我们到游乐园了，游乐园里面有这种很多夜市在摆的那种什么丢沙包的那种，它是足球的，然后丢那个瓶瓶罐罐，然后还有这种的直接丢到那个狗狗的嘴巴里面。然后他们现在要玩一线小号浩克，哦，浩克好可爱哦，像素版的也好 Q 哦，一个一个打，先从上面开始打，要瞄准，首先要瞄准，大力哦。哦，他的脚是翘蛮高的啦，所以其实要丢准已经蛮难的。哦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什么意思啦？你不要拍人家屁股好不好？加油，可以！我要那个，我要那一个，那个绿巨人号，超可爱。你陈一拼了，加油！五冠也可以哦。哦，一冠掉了，一冠掉了，一冠掉了。干杯的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再两冠！好小哦！不是不是，把这个那个塑胶对弄掉，这个就掉下来了。哎呀！啊，我就不会夹，没办法，我就远观吧，我就远观，我就夹也是浪费，不会夹。